可以扣起来，有吗？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我这样可以吗？视讯有没有够大？这样这样这样 O 不 OK？ 啊，跟阿脸够不够大？太大了，又怎么了啦？哎，水豚是你吗？不是，是我自己。好啦，卡皮巴拉够，这个最棒的游戏，好不好？它这有点像是这个文字 roguelike 探险。这样子，因为我昨天有先玩过一点，那玩得太上头，就不小心把第一章给破了。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要先体验这个第一章的内容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半小时的时候再跟我们逸婷 PK。哎、欸，你偷玩哦？啊，先练一下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看哪个流派比较厉害啦，它每一场都不一样，会有不一样的 building 让你选。我昨天研究了三个小时，后面的话会解锁比较多功能。一开始的第一章的话，就是让你熟悉它的玩法。怪物在游荡，打它吗？还是跑？打的啦，我90%生命怕你哦。来啊，给我一枪，帅，反击！哎，我觉得我一次过哎，哎，新手教练能不过？我跟你们说，你们有载的人，你第一次绝对不可能过，是因为我有玩过的，我知道怎么组。暗夜骑士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暗夜骑士一定要打，因为他可以拿到这个古代传承超强。这可是我觉得会输哎，我觉得打不赢哎，我讲真的，哎，分析一堆，然后选别的，不如闭嘴好啦，啊，打打看啊，再来。哦，还有五成毒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拜托拜托，停一下停一下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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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没？战斗胜利，古代传承，看一下，哎，技能，这个 OK， 糊了糊了糊了，没有没有，拿巫师这边真的糊了，因为我都是技能，转动一次失去123生命，赌了啦。来来，拜托拜托拜托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拜托不行拜托不行，拜托拜托，来来一个旅店，拜托来一个休息的，来一个睡觉的，休息的休息的休息的，最大生命加78 nice 29滴，拜托来一个休息，来一个休息，大吉，补血补血补血，来一个旅店，拜托来一个旅店。我昨天研究了三个小时，哎，我觉得我一次过哎。糊了糊了糊了，没有没有，拿巫师这边真的糊了。吸血吸血，对对对，吸血。是因为我有玩过的，我知道怎么煮，你知道吗？喂，哦，他没有开，他没有。喂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哦好。Hello。同学，好奇问一下，这个飞刀掌握连击精通跟暴君，你会选哪一个？连击吧，因为飞刀我觉得蛮有用的。OK， 没问题。一二三，闪电还是冰刺呢？冰刺真的，信我。好，冰刺。对对对。OK OK。欸，我拿到超级闪电，然后闪电加一，闪电精通跟每回合闪电欸。所以你这把是走那个闪电流派是？对啊。感觉闪电流派这把很猛哎！你们现在是装进同学在互操作业吗？没有啦，互相帮助，对呀，友爱同学。为什么又不同校区的？装进自强呢？纯正型。拜托回满血，拜托58天了，拜托回满血。我也58了，我也58了。拜托不要靠58。多了。我靠15%生命。天哪，啊！59天可以睡觉，59没事没事，来来来，我有回起来吗？好好，我也59。OK OK， 59，59，59，60天，来来，先来来，哎，我要过了，我要过了，我也过了，这算平手吗？还是有了，感觉算平手哎，我觉得其实算平手，因为你前面有让我一下嘛，所以我们平手。啊，打完第一章好像他有送一个外观，对不对？哦，对。然后第一章通过，有这个青蛙装可以穿，我来穿一下。哦，我也来穿一下。有啊，超可爱啊！好，开始。好，那我们这把就比谁比较远。通，对啊，对啊，谁走比较远这样。好像有作弊，因为我刚刚有换蛮多礼包的。哦，
真的假的？你把全部人都换完了是不是？因为官方有很多送的礼包嘛，我刚好像拿了。你说那种什么 CP 什么 CP 六六六之类的那种？对对对对，没关系。偷偷把 DC 麦关掉，刚感觉胜之不武呢，一直往前狂冲哎，怎么办？一停他都没有穿装备哦、喔，我觉得我要过第二章嘞，怎么办？反击之魂越战越勇，感觉过啦。开学我没了。啊，你没了？我五十，我被一个四滴血史莱姆打死。那你五十啦？我五十天，我五十天，我也快不行了。Okay, 我三十三天呢，我感觉我大输特输。没有，我有偷换礼包嘛？对不起。没事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大家，赶快去换礼包嘛！啊，现在看的。赶快去换礼包嘛！所以真的差很多，游戏非常的佛心。最后一只来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再两回合，再两回合，再两回合，帅！拿下装备碾压，礼包嘛有喽！看到了没？我的 building， 哎，礼包流帅呀、啊！我没有胜之不武。好不好，我没有胜之不武。有了，他这样他就会把这个宠物功能，还有他很多东西都开起来，然后之后你就可以这个两倍速。他这个挑战之塔一样，你现在这个，那你可以直接跳过，然后下一关，这样就可以升你的装备。升完你的装备之后呢，然后再升一下，再升一下你的三维。先开一下这个宠物蛋，蓝色的还不错，先摆一个上来。OK， 我现在才看到，你穿冲进的运动服啊。对啊，穿气的运动，这样算有 cosplay 吗？你头上戴那个很可爱、欸，这个水豚也超级可爱的。给你们看背面，还有这个，给你们看它拆下来，我发现我戴着你们根本就看不到这个水豚的头啊，这个水豚的这个头，海巴拉够赞。哎、欸，啊什么水豚圣豚？哪里有圣豚？哪里？什么叫水豚剩下的豚啊？